蒋万安出席党团记者会，讲水电费依旧听到敏感问题。总召林德福帮忙挡架，要记者们会后单独采访处理。好不好？谢谢。会吗？没有心情，他心情会觉得受影响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和女记者互动，尽管站得近，也只限于眼神交流，脸上笑容少了点，保持分际，不想再被外界做文章。未来也会更。 家的谨言慎行也谢谢客户姐她的一个关心。蒋万安提醒资深媒体界前辈PO照片提醒，已婚清新政治人物和女主播应该拿捏相处分际。只是四个月前聚餐的合照，现在被拿出来炒作，也被质疑是否跟国民党北市长党内选举有关。我想不做任何的揣测啊，我想目前。 重心还是放在立法院。蒋万安不愿多做揣测，但传出准主席吴敦义对他有期待，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也穿针引线，力推蒋万安投入选战。都没有提到任何具体关于选举的事情，都只是出于一个党内前辈。 他们对于后辈的一个关心跟鼓励。蒋万安强调，单纯是前辈对后辈关爱，未来工作重心仍是立院问政。只是北市长蓝营内部竞争激烈，也让拥有良好形象的蒋万安提前成了箭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